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瓜。昨天上婆娘，我唠叨了好久，都想吃小龙虾。我逛了整个市场，准备买肉。我买了点冰冻的那个龙虾为本，我说去弄个尝一下。我们带上小可爱，全村我最帅。今天这个龙虾为本的话，就是一半冰，一半的是虾肉。不用莲藕，切小，我来泡点水里边去，不是这儿来别黑哈。给大家先泡生姜泡一下，没得泡生姜泡也得煮不出来菜呀。今天我觉得你剪的那个发型要年轻好多岁哟。是噻。像小姑娘一样的。我哪天我就把奶奶拉一下。我会拉。以前我都学过你翻的，晓得不？你好鬼一天的嘿。哎呀，我头发长很的话，就后面我就自己这种剪了。我让我自己都剪的来，人心都看不出来。保证我给你剪的话，戴上美姿美姿的，更漂亮。我好怕，好害怕吧，我都干了。我们哥你加油。我把龙虾弄来炸一下哈。要点了，我们捞起来哈。我们来点花椒炝下锅，来点姜蒜泡下椒，再把辣椒，来点豆瓣，再放入龙虾哈。再来啤酒。闷好哈儿，一点盐巴，蚝油，来点十三香，来盖上锅盖，闷好哈儿，来吃吃吃，今天就吃过瘾的哈。哎，对，吃过瘾，好小个儿。有没有表现嘛？感觉不一样。咋有点不合格的趣味啊？嗯。接不接呀？还是不接。那个是太少了。好像我们在比赛哦，好像我吃的口味多点哈。吃的口味多点的，我就不要洗碗的。好的。不能反悔哈。嗯。好。但是没得那种，那种整个的吃的有劲儿。再忍耐一下嘛。好。先吃点事儿，就卖给你吃。再过两天我会直接嚼干的，反正不可口。你不不馋？加油哦！你喜欢吃小龙虾？你不喜欢它？我现在吃不吃都无所谓。嗯。是啊。那我也吃不吃都无所谓。